海练习两天半的体育生就是给力。哦哟，哎，还好还好还好，还以为来演员呢。扶梯等箱，磁力菇能慢慢吸，所以说我这波还可以绕过面前的大蒜。哎，说不定还是一个助力呢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时候可以暂且不用管他，尝试一下打边路。哦，好像不对，等一下，这二路好像能打，中路显然是过不去的。这个火力输出太狂了，完了，那没事没事没事，下路先获取，可以。啊，来了一个武王。可惜呀、啊，中路没干掉啊，中路碰不了啊！我想再来偷一波这个大蒜过去的，结果又来了一个红眼。那这个中路不得不打呀，真能正面打得过吗？这一排的地刺加上这面前的防御，动都动不了吧？完了，哎呦，他要是这来武王的话，我打第二路呀！现在已经知道了。正面争斗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小丑，并且是放在最远距离的，按理说应该走到最后一排可以炸。OK， 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看吧，有磁力菇，所以说这个时候，矿工也是没有什么作用的。所以说，但是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武王。是大哥，你好像忘了点啥，这个一路什么情况？那不行了，我这四千阳光，我说实话也不是很怕吧，梭哈了，直接梭哈了，不管了，我不相信，我将近四千阳光，我直接梭四个机枪过不去，那我可是算倒了大霉了。 OK OK， 可以，中途还炸一下，小丑给力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已经尽力了，来了一个红眼，没关系。大爷眼走着要过去了，但是也撑不住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机枪了。我红眼现在一个绷带还没有打上，一个字稳了。可惜不是你陪我走下去。